的恶魔，所以你们今天则联合起来做一场亲情大戏，让我在大家面前向这个抛弃我的父亲低头。泽凯，别这么说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好吗？给你一次机会，那当初你抛弃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机会？我想你是搞错了。当初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活得很坎坷，非常可怜，所以我给你钱是想让你活得像个人样。现在怎么了？再生妹妹想我乖乖地做你好儿子是吧？你再做白日梦吧。我再重新告诉你一次，我温泽凯没有爸爸，从来都没有。泽凯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不奢求你能认我。我今天见到你妹妹，知道你们生活得很好，爸爸当我死都必养。泽凯，儿子，爸爸给你跪下了。哎，爸别，哥你干嘛这样啊？Alan， 泽凯，泽凯，去劝劝他吧，也许只有你的话，他才能听得进去。好吧。心里去。其实 Alan 这个人啊，泽凯 ，your brother， 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冷，实际上心里是非常热的这么一个人，就像是那种要不你们还是吃吧，我去那个。别难过，我哥他不，我不难过，不难过，孩子，小时候家里太穷了，买不起像样的玩具。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摊，你看到一个小鸭子哭着闹着让我给你买。这个小鸭子是这两样东西，我一直放在身边，你和你哥生日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。你看它的嘴都坏了，是你睡觉的时候要